我强兵的雄心，伊就是妍希。假阵讲安尼，得当偷天换日，成功代替妍希的位置，应该讲你真正出巧诶，还是爱讲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李宝呢？你是讲啥？我绝对袂放手。答应一个啦，卖见着就好无？阁有最后一条啊，珊珊。最后一条，说谎成精，无唔对。黄丽玲为着要得到甜丁，伊欺骗阿姨姐，欺骗王大叔，欺骗林家所有诶人。伊讲这样子白贼话，做这样子伤天害理诶代志，但像伊这款色彩的化疗餐，用心服到家去诶小林，唔是吧？只是时机未到，我宝娜女神为你上。齿狐狸精，何来宝娜？丽玲的丽就不是这个丽，是美丽的丽，好不？歹势嘛，我文学造诣就无啥好啊，我想无其他的成语当用，啊，规日哦，应该款就会用的啦。你敢是对不对？你宝娜，绝对会帮你耍。想要破坏咱的婚礼，才安尼讲，你爱相信我？我知啊，我头拄有讲过，不管怎我拢相信。你两个人来我的婚礼安尼闹，搁讲一寡莫须有的罪名，想要报复我，我嘛唔免对你客气啊。等婚礼结束以后，我一定甲恁讲，这个账我会交袂脱人来。好啊，你想要过上还是你的自由？啊，不过我想要送什么结婚礼物，那是我的自由。在墨宝，你要学好。好啦，不要紧啦。啊，到明白的时阵我就跟你讲过啊。今日有足多人来刁难，不管怎，咱要坚持到最后，绝对袂当放弃，知无？各位贵宾，歹势啊，我大家看笑话啊。是讲，阮真正是真心相爱。所以今日不管谁来反对，谁来阻止都无效。今日这场婚礼，我要坚持办到底。各位贵宾，今晚先休困十分钟，让新娘去整理一下，请大家体谅啦。多谢多谢多谢。